前国防部发言人罗小福退役过后，就改身忙的提做慈善事业，成立了十分运动救济弱势族群。最近以韩国团联手有名的厂商来合作募款，打出为爱心社会上的计划，而来解决弱势家庭的声音呢，使得一串唔敌行一串体内的问题。就微服普通的廿二年，从台湾增加一万四千个弱势家庭，从其为弱势族群提供是目上的安德烈慈善协会，再个跟超商合作，大帮超商实体冷钱箱跟手机 app 捐钱来募款，支持是目银行的运作。我要请林凤国叔九 M 八八来做台事，来控台影响力。很喜欢是去关注说哦。就是孩子有什么样的需要，我们可以给他些什么，可以希望用这个力气让更多人看到需要帮助的脆弱家庭们。今年去年哈，就跟一家超商哈合作哈，啊，去年今年差不多募得哈差不多1300万，透过今年的力量，做的帮助更多的社会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对面农勤苦家庭出世的罗小福，提到十五包又做唔少嘅辛苦。2016年对解放铺方人员吞唔过后，过落神去推动社福银行，但弱势家庭听数，我再个发生十五包嘅情形。所以我还是在住伫安尼个困苦嘅环境中成长，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，所以我先将军的时间我就想。那有机会，就想要做社会慈善的工作哈，来帮助过多的生意呢。就在演出罗小福跟韩世杰后位，爸爸好十九当年也得按艰苦的头摆，韩国做慈善事业的神样体会，出版做有温度的人，本人就买个万个本，过长期演出的版数嘛超过20万元。下个新闻蔡依菲陈玉贤台北报道。